治疗给到他们还是死的。漏了一刀了，哎，怎么办呀？哎，那刀不漏，钱也会很尴尬。那就晚点出，直接耀光加长剑，懂了。就这么懂，直接耀光加长剑了，这样。美女神类就美女神类呗，不着急。两级打三级很可惜了，如果是三级打三级，他不一定会输的。不过挖掘机进死，不对，死哥进挖掘机的野区吗？感觉有点肿了。好挡，好帅的挡，感谢唯一送的魔法引擎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唯一送的很多魔法引擎，谢谢唯一。自己吃自己吃，你吃。
真的假的？新出变成野王了？你开玩笑吧？感觉是在开玩笑，但我没有证据。慢推线就好了，慢推线他们压力大一点，快推的话他比较舒服了，那就我就点个E。哎，大多是派克，很可惜。能大死吗？不，不好说，我再 Q 一下就能大死。行，有点痛。他给我拼了一下大招嘛，那边啊，准备就绪，所以我就刚刚那样 W E 那样子打了呀。小阿星的战绩把法杀20个，为什么我看小阿星的战绩？在连跪呀，输的有点多啊。哎呀，跟主播学 EZ 吧，跟主播学 EZ 帮你上分，如何？嗯，多看就会了啊，多看就会了，包教包会。让我摸哎！哎呦，哥们！哎，哥们，这个大招，这个 W 表示很有瑕疵哦。我只能说这个 W 不是很帅。移速380，移速380，大小 Q 很关键。OK， 好，走位。没死就可以，他给我拼了一下，我就往前走了。给个大招把他往中路走，哎，不好说，下路可能都不会打起来。挖掘机没大招的，哎，这个 Q 空了，来人了，来人了。别一脸，我不知道草丛里人有没有走。现在想必应该，想必应该是走的。
死哥们这技能准度。人呢？哎，被分了200，200不被分的话，我钱刚好够。哎，那就很尴尬了，这个钱就巨尴尬了。没有魔宗的钱差那么一点点。嗯，我不想卖杜兰剑，要卖吗？卖了吧呢。感谢纸月亮送的许愿灯啊，谢谢。非常感谢纸月亮送的许愿灯，谢谢纸月亮的礼物。打他一下，让他害怕。知道里面后续 OK 杀了。哎呀，这推线能力有点顶啊！这哥们啥意思啊？我也没看懂这哥们啥意思啊，这你E都被怎么说呢，哎呦这死的，早上给你口治疗了，不是这死掉了。这能死掉有点让人觉得很震惊的。他已经死了，没什么。我技能甩得很快，只能说技能甩得很快。我哥们打得很飘呀。治疗给到了还是死了，喂好快的 CD。 来路，要不要把他越了，好像没线了。瑞兹的推线能力还是一直很可以的。
我装备也太好了，这也。二的不是我，是路啊！我压起身压的是自己。对面可以点的呀。没来人了，捡了。这把应该是 MVP 了吧。